实上我也会觉得，哦，你们一年来抱一次，当然很有爱哦。你可不可以天天来这样去抱啊？我看到孩子现在成长起来的一个变化，我会觉得其实那个时候慈济人他给到的是一个精神的养分，在他的青春期和他的这个迷茫期和选择期的时候，给了他正确的一个方向和一个引领。我觉得这个是慈济对我整个人生很大的一个，就是事业的一个颠覆，让我会觉得我要去帮助更多的一些身患残疾而没有被父母遗弃的孩子，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更厉害，他们仍然在承担着对这个社会的责任，而没有选择放弃和遗弃。